也行了。我觉得我们要不全换了吧？先换一个，直接全换掉吧。哦，就这么搞吧。别啊，兄弟们，不，可不敢，可不敢。没了，再转嘛。万一那个卡不好呢？不，这积分这么难的。每一天的运气是不一样的。先用我的。哦，你啥意思啊？你上来帮一顿换啊？我没了就用你们的呗。你赶紧，可以。我也不知道你们在盲目的冲动是什么。是，别冲动。看得我都心疼。我也心疼，这点积分。来，惊叹号。去！我去！哎，不可能！你啥手气呀你？我们主要要惊叹号呀！哎呀，不要那么冲动，我们慢慢来。我就说吧，你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真的是。你拿着，你真的气死我了！我的吧，我的。哎呀妈呀，这就来就没了，俩人就没了，俩人的，就咱俩在心疼。工资是存不住的，我每个月全花光，必花光，这还能靠下个月再赚。看就没有家庭，就自己吃饱全家不饿那种。我们俩是规划型。是啊，来吧，爷，八，哎，可以，哇，出，可以，来。八，出发去野八有了，就差感叹号了。晚上再回来抽吧。行吧，出发吧，出发吧。啊，走吧，朋友们 ，Let's go。我平时户外运动，大型的装备都喜欢用宝马的车顶行李架。哇，那好酷啊！我以后也要试一下。既安全又牢固，你可以试一试。我已经带好我的战斗装备。你又带个鱼竿儿？这台球杆儿。哦，台球杆儿。台球杆呢？我希望。今天在车型的路途当中，我可以找到一家台球厅，然后看能不能跟导演要点分数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抽卡。可以。哎，等我一下，来了。好了。哎呀。今天3点开始骑一会儿。咋的不得骑到个6-7点钟啊？对啊，对也对啊，就骑到天黑。今天我们其实路上就可以随机一点。哦，我们也不要猛干，嗯、就是对，就是慢慢骑一骑，然后下来挑战一下，对，要咱们连成都都没感受呢，朋友们，你们就光在这运动了，胖。对呀、啊。我想去买手电、啊，哥。买手电是什么？买手电啊！买电冰箱。Sorry。买手电。听说买手电，我说。你买手电，你这也不黑，你这买啥手？买手电。我还真不知道成都买手电哪儿好啊。骑骑看看，然后骑骑看看吧。可以对这个老师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。其实是购物之旅就对了。最后骑回来时全换了一身衣服，现买的都。太好笑了都。今天就是拿分。光光拿。我们必须光光拿。嗯。说真的，如果没有参加节目，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就像一个，就特别无知。那种无知不是说懂不懂这个东西，而是我不知道有这么多好玩、这么多漂亮的风景。一般的时候是不会想要去的。是，我觉得参加这种节目就是这种得到。所以也是比较珍惜吧，我觉得。因为也不知道有没有第二季，有第二季不知道有没有我们。肯定得有我们吧，我们毕竟是去野团。不知道，希望是有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在。对，但如果有的话，我是想来的。这个节目是一定要就很和谐那种才好看，所以就难得就找嘉宾就很重要。对，就我觉得
但如果说下一季没有你们，我有可能就犹豫一下。哦，换了一批新的人，要去做。对，就是我又要重新去做心理建设这件事情。但如果是还是你们的话，下一季没有我们的话，你就是OG了。哎，有道理哦。就说哎，你们去那个做菜，你们去洗盘子，莫名其妙被 OG 了。对，不会的，下一季还是你们的，希望是吧？啊，哟，啊，我们到了 ，Go， 走走走。Go go go！ 是这儿吗？赶紧往里走。珊珊姐他们进去了。哇！哇！这好专业啊，看着。哇！哎，这地方好酷啊！哎呀！哎呀 ！Hello hello！ 哎呀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司机。你是司机？那个，因为我们这边是要开车嘛，但是因为我们三个不是都不会开车吗？那辛苦了 ，K 老师。辛苦了。好，我们正式的人齐了，正式的跟两位老师见一下面。老师们好。老师们好。我们是野人团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028.C青年创业社区。可能大家对成都的了解，一是美食，二是成都就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，还有一个标签就是成都它到处都可以运动，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运动串起来给大家特别做了一条线路。今天是两条线，车行线和骑行线。车行线会经过三个运动的打卡点，趣味乒乓球、爸爸足球、非凡高尔夫。然后骑行线我们也会经过三个运动的打卡点，毽球、太极球还有街头篮球。那今天我们就可以骑这条线路，不仅可以感受到成都街巷的魅力，还可以去挑战一下那些运动的快乐。哦，您特意帮我们设计了是吗？对，哇，那我们中间有美食吗？可以有。那我们就往外。你们有车子的可以先。对，我们先行动了，走吧。路上看见好吃的，给我们带点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加油，把伞巾照顾好啊！拜拜。出发前，我们说一下骑行的安全事项了。好的，我是今天的头车。第一个最重要的规则就是，如果你骑得再快，也不要超过我。我不能超头车，不能超头车。然后我会在后边收尾哈，然后大家也不要慢过我。Oh, 然后咱们还有就是前一个后一个压，咱们还是争取保持一个很好看的队形。那我们选一下车就出发。OK。耶！小唐，你这样看起来就是 cyberpunk。走吧，朋友们。走吧。走了，门口集结一下，我们就走了。郭老师啊。我等会儿要打卡的运动项目好多，我都没有尝试过，好期待呀！我要拼一把。就冲你这么敢创敢为的态度，一定能为团队加分助力的。嗯，勇于探索才能体验到运动的魅力。咱们一起用零糖果味红牛维生素能量饮料，干个杯吧。好。加油。加油。走吧，走吧！为了团队能量满满，去打卡。走。好，那我们走喽。好，小心了，注意安全哦。大姐，骑车的感觉爽不爽？爽。老舅，你是社交恐怖分子。没有，我看那大姐骑的也挺潇洒的，挺惬意的，好舒服呀。这就是成都。哇哦，大家注意电瓶车哈。好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但是感觉很奇妙。我是第一次，我在成都也八年了，我第一次跟这么多人一起在马路上骑自行车。哇，你在成都八年了？对。
成都是 rapper 的大本营，好吧？我们这是来捅 rapper 窝来了。注意哦。我们这儿要左转了。要左转，朋友们。哎呦妈呀！你这动作晃我一下。我觉得今天骑行好开心啊！这是他们开车的感受不到的。我在北京经常骑行。你在北京骑，岳哥在台北也骑。对。你啷个不在重庆骑嘞？我在重庆骑，我脚得蹬断吧。这条街叫小通巷，是成都比较初代的那种网红街。但其实这条线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咱们中国话剧第一人，曾孝谷，他的故居在这边。话剧第一人，就这儿，你看这儿还不是给他做了一个？哦，中国话剧小通巷公寓。南齐啊，你这车。亲们，我这个可稳了。话都给你气没了，你记得可稳了。就是得时刻注意一点，我在翘臀正在练习。狼外婆开路了。岳哥，这个就是成都河边的感觉。了解。可以喝茶打牌、哦、这些。对啊、哦、这些老人家就是在这里乘凉，卖一些小东西啊、哦、对，特别感觉特别好。这个就是成都很市井的氛围哦。这种感觉就是成都话叫安逸。安逸。对，就很舒服、哦、好舒服。安逸。还好吗？骑那个车还行。哎，你看他们成都舒服哈，太舒服了。你就觉得这边生活节奏好像特别慢。对，